2007年的五月，我跟叶廷浩、王仲坤、蔡兴元在台北艺术大学的咖啡店讨论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胆的地方在于，我们找到一个想要执行师生计这样活动的使命感，但是同时我们毫无经费，就完全是一个燃烧热情的状态。师生计成立的缘起，是我们发现当时台湾的声音艺术活动并不是这么的丰富。部分的声音表演或是声音作品被安排在大型展览的开幕或是大型的艺术节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真实、比较诚恳的声音活动，来呈现台湾声音创作的面貌。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想要跨越县市、跨越学校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想法。师生计的成立开始也在回应一个艺术圈对年轻艺术家的批评。那其实我很不认同那个观点，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回应，因为我们擅长的是创作，不是文字评论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要证明的这个想法，更促使我们要这样的师生计的活动的产生。基本上是从南海杂生演变过来的，IO 的成员为主，发起一些不定期的演出。后来师生记成立的时候，成员却又不全部都是 IO 的人，所以就另外取了一个师生记小组的名字。这些成员当中，属于 IO 的人，他们平常都有在做声音相关的创作，那所以他们在活动当中，他们会做一些音响技术，然后架设的工作。那另外，其他不是 IO 的成员，像牛俊强，他就专门负责所有活动的平面设计。那除此之外，像叶嘉明、詹明芳、陈亮廷，他们在不同的阶段都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还有一些财务的管理。在经历南海杂生之后，IO 跟南海艺廊都有着持续推广声音创作的想法。那 IO 次年又再加入新血之后，那个每个月固定举办演出的想法便形成，然后就举办了师生祭。在这个同时，南海艺廊持续还是有举办铜牛膜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也会固定寻找一些声音创作者来演出。一开始我们设定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创作者在从事声音相关的创作，我们就会邀请来参与。这样子的邀请其实是希望观众对台湾的声音艺术有个比较田野式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不太想去定义什么是声音艺术。可能在观众当中有了一种默契吧，就是如果是固定的声音创作的演出，可能就是要在南海艺廊。可能这也是后来张佑生也同样选择在南海艺廊举办噪音8万伏特的原因吧。在每次的活动中，我们都安排了两组艺术家，通常第一组是比较年轻的，第二组是稍微成熟的，这样子的组合会让当天的活动比较有趣一些。
一开始师生记的观众人数非常不固定，有时候可能观众几乎都是演出者的亲友团，也曾经扣掉工作人员，可能观众只剩下两三位的窘境。可是经过四十几场的演出之后，似乎有培养出一批固定的观众，甚至是有一些观众后来也变成演出者。不知道你是有这个意图吗？是用那个去暗示？我们把对比很强的艺术家放在同一组，那这样子的安排常常会产生一个断裂感，但是我觉得断裂感是一个好事。第一个，它让观众有机会去思考；第二个，它同时也让创作者有机会去思考。那这样子的思考其实对于我们要认识声音艺术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对于修行或是修炼这个事情还蛮有兴趣。那其实声音你可以是有音律的，有音调的，那声音或者是可以是很纯粹一个电子或是抽象的声音。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在不管是在掌握有音律的声音或是电子的声响，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可以反映到内心，也许是可以反映到内心比较深层的一个练习，一个功课。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想要把，就是说利用这种修行的看的态度去看声音，然后把它做结合。这是实验当中的实验，因为在实验声音的创作进程当中，有部分是从错误中学习，或者是把错的当作是对的情况。
我觉得台湾声音艺术缺乏的是讨论，那创作者之间好像保持着一个礼貌的关系，所以其实还蛮缺少比较深刻的讨论，那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但是这样的状况其实好像也不只发生在声音艺术的领域，其他的领域这样的状况好像也还蛮普遍的。在新媒体艺术的范围中，其实我觉得声音艺术是非常有趣的一门，因为声音艺术最常讨论就是感官直觉，那其实感官跟直觉几乎是这个时代的命题，那我们就应该要去想说，那我们可以怎么去讨论感官、讨论直觉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应该跟文化、地域还是有一定的连接。那个地域它可能小到一条街，它也可能大到一个像亚洲这么大的一个尺度这样。这位观众其实是旅居在京都的法国艺术家，是我问他说他怎么发现师生界，他说他 Google 了一些关键字，像是 Sound Art、 Taipei、 Taiwan， 就找到师生界的网页。那其实这样的连结我非常的感动，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体质都不错，具备了国际水准，所以当师生界从在台湾推广自己的声音艺术，到在国际上慢慢的开始被人家发现关心，这个转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这条路应该蛮漫长的，但是这是一个可能。作者问我说他们要准备什么演出，我就说都没有限制。但是我觉得其实创作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这个绝活要越极端越好。譬如说古典就非常古典。吵就非常吵，甜美就非常甜美，要没有规则就彻底的没有规则。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天职的态度，就是提出一个观点。